大家看一下我脚下这座桥哈，是不是很有特色呢？左面是红色，右面是蓝色，并且桥下这条河哈是古淮河的其中一段。说到这儿哈，您可能就猜到了，嗯，没错，这条红色和蓝色的交接线就是我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您看，我跳到红色一面就是南方，我再跳到蓝色一面就是北方，还是挺有意思的，是不是？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来到了在中国地理上非常有特色的一座城市——淮安。 首先通过我们的航拍飞机带您感受一下这片土地的神奇魅力吧，起飞喽！淮安，地处中国的南北分界线上，在古代，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形成了南船北马的运输现象。随着大运河的贯通。 封建帝王实现了漕达天下的目的，这里成为明清两代掌管全国漕运的中心。千年漕运文化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晨光熹微，大运河边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生活。一阵悦耳的音乐声吸引了记者陈晨的注意。 您好，几位师傅，您好，打扰一下，打扰一下哈，我看在这个如画美景当中，有这个演奏的声音哈。啊，对，我们这排练。在排练。对对对，马上有一个演出。啊，您贵姓啊？我姓严。啊，严老师您好哈，咱们这是什么乐种啊？叫做十番锣鼓。大家都是自发组织的吗？对，基本上就是没有人搞的话，这个十番锣鼓就没了。原本各自的工作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不一样的，您主要玩的是什么乐器啊？我就是这个镲子。 还有其他的乐器吗？来看一下。这是我现在这个地方都是我们打击乐。您好，师傅。你好，你好。啊，您贵姓啊？我姓王。啊，王师傅您好哈，您玩的是鼓。对，这个叫做堂鼓。啊，堂鼓。鼓分多种鼓呢，还有大鼓、堂鼓、小鼓、饼鼓。啊，您都会打吗？基本上会打吧。这个小鼓打起来有什么讲究吗？有讲究，它那边有那个鼓点子，有鼓点子。嗯，哎，打一下我们听听好不好？ 节奏很轻快哈，那肯定的。一般锣鼓主要的这个基调是什么呀？是比较轻快的，还是舒缓的？它这里面都有，有舒缓的，有明快的，都有。我们所有的这些打击乐都是跟着它走，它有一个指挥嘛，就是这个作用。来，我来试一下这个好不好？好，可以。感觉一下这个小鼓哈。 很棒，很棒，很棒哈！指挥的好，我有指挥吗？哎，我发现了这个乐器比较好玩哈。嗯，对对对对，中国有这个佛教就有这个了。嗯，咱试一下好不好？好，听一下。嗯，很俏皮呀。现在，严师傅和他的伙伴们正在练习的这种演奏形式。 是淮安当地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滁州十番锣鼓。在古代，滁州就是现在的淮安区。为了能把这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展示给人们，这支由十几个人组成的剧团会定期排练，做一些义务的演出。 这边小亭子里面也有哈，这边是弦乐，管弦乐，有竹笛，有琵琶，有三弦，都在这个地方。那您能演奏一下，我们听听好吗？特别有意境哈，有江南丝竹的感觉。对，十番锣鼓是流行于京师的一种宫廷表演形式。 十番锣鼓并不仅仅指十种锣鼓，而是包含了十几种中国传统的民间乐器，既有锣鼓、镲、木鱼等打击乐器，还有传统的管弦乐器，其中琵琶就是弦乐的代表。我实在现在有点想不到了，刚才大哥们一打鼓哈，这两位如果演奏起来，那是什么意境啊？等一会儿慢慢听哈，演出的时候你会感受到的。
大运河贯通南北。明清时期，漕运总督府设于淮安，使这里成为江淮一带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十帆锣鼓也随着漕运总督府带入淮安。当时，凡府属官员家中贺寿、庆典、祭祀等重大活动，都要演奏十帆锣鼓。在沉沉的期待中，打击乐和管弦乐的队伍合在了一起。那咱们这种新的哈演出形式得到大家喜欢了吗？喜欢，喜欢啊！对对对，一般什么有了重大的演出，我们有经常参加。嗯，这个器乐比较接地气啊。的确哈，我一个外地来的，听着都很好听。我听说哈，咱们当地还有一句关于十帆锣鼓的一个民谣，大家知不知道啊？知道啊，知道。那我说前两句哈，叫做十帆锣鼓敲起来，五灯唱戏离不开。娶亲嫁女场场到，喜庆活动次次来，次次来。来着走着吧，有请。清朝时期，十帆锣鼓在江南一带的官府中盛极一时。一位淮安的民间词曲艺人有幸进入了总督府衙，他根据自己的见闻，将当地的昆曲和说唱艺术与十帆锣鼓结合，形成了后来的楚州十帆锣鼓，也让这种表演形式走进了街头巷尾，走入了寻常百姓家。很快，表演时间就要到了，漕运总督府门口聚集了许多游客，过往的行人们也纷纷驻足。换好演出服装后，这次表演终于上演了。曾经掌管全国漕运的总督府早已成为历史，然而，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却被人们一代代传承下来。让我们从这音乐声中想象数百年前封建王朝曹达天下的盛况和昔日运河之都的辉煌。在古代，漕运带来的繁盛使得这里商贾云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在古运河边至今保留着一座古镇河下古镇，古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吴王开邗沟时期，也让这座古镇与大运河结下了上千年的渊源。在这条青瓦灰墙的古运老街上，曾经出现过的历史人物非常的多，譬如说抗金英雄梁红玉，譬如说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都曾经居住在这里。怎么样，听起来是不是如雷贯耳？但是今天我们要寻找的是一位能够烹饪淮扬菜的大厨，找他做什么呢？我想您已经猜出来了。明清时期，漕运的发展也让这座古镇的繁荣达到鼎盛。就在古镇的老街上，矗立百年的文楼，让四面八方的食客慕名而来。这次，陈晨要拜访的就是一位叫陈飞的淮扬菜大厨。陈大厨，我们今天过来找您哈，就想尝尝您做的地地道道的淮扬菜。可以，但是呢，必须要过两关。过两关，对，第一关了呢，对着对联，还要对对联，乾隆对的啊、哦。这个小大姐，上河下，坐北朝南吃东西。哦，你看这个小大，上下，南北东西，方位都有。那我就假装自己是个燕子哈，叫做南北燕，东飞西。瞻前顾后问左右，哎，问左右不就问到您了吗？这个算是第一关过了吧？怎么样？我算是第一关过了，太好了，太好了。关键还有第二关，干什么呢？找食材。那您作为淮扬菜的名厨，还要亲自挑选食材吗？对，必须的。啊，我跟您一块儿去哈。据说，文楼原是江南文人墨客吟诗作对之地。
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途经此地，镇上的村姑为他出此对联，至今无人能对出下联。故事的真实性已经无从考证，但陈诚的下联也算是勉强及格。正要出门采购的陈大厨还是答应带陈诚一起见识一下制作淮扬菜的食材。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菜啊，这是啊，用这个做蔬菜啊。我从远处看以为是芦苇哈，从近处看以为是那个长大的葱。我们自己还弄不了，必须要请人师傅。啊，这个师傅您好。哎，你好，你好。哎，这真的是有意思，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蒲槽，早就听说了。这个蒲槽好高啊，比人还高呢，是不是？师傅，您有多高？哇，我米八。一米八，看一下，这个得两米多了哈。比我高。嗯，您站在里边难受吗？我在里面，我不难受，我习惯了。我看您拿着工具呢，哈。对，我这小刀。小刀片哈。对，专门采蒲菜用的。啊，您采个，我们过来看看好不好？采个给你看看。好好好。好。哇，这个是咱们要找的食材啊。对。来，本土的。哎，看一下子啊。您看，更像大葱了，有没有？还有葱白呢。我们这个蒲菜啊，它为什么好？关键是我们土质，它日里啊。芋泥生，咱们这边吃蒲菜的历史有多久了？我们家呢是四代住在这边啊，这到我这代已经有八九代了。我们家就是蒲，就种田种蒲人。这个我们淮安的这个蒲菜啊，它有一个特殊的情感，就是每家就是来外面的客人啊，或者家里办什么事了，就每桌啊，他都要上蒲菜。相传啊，就是民初英雄，这个梁红玉。他给那个金兵围困的时候啊，就是没有粮草进不来了。有一次他梁红玉派他的那个韩总兵呐、啊，派了老公来，就是在这个湖边视察的时候，一望看到马儿啊，马吃这个啊蒲叶子，一下想到要马能吃这个叶子，那这个蒲根呐、啊，肯定能吃。采回去以后啊，拿这个蒲菜来充饥啊，充饥了以后就是人有精神了。啊，所以把金兵呢，也把赶跑了。后者老百姓啊，就流传下来叫抗金菜。这片湖中的蒲菜是陈大厨要采购的第一种原料。蒲菜在南方是一种常见的水生植物，它不仅有着抗金菜的美名，在淮安更是有着无蒲不成宴的说法。一柱翠丝蒲菜嫩，满盘鲜意鲤鱼香，文人墨客们把对这一美味的感觉通过诗句传递给后人。蒲菜这种原料虽然普通，但要想做出地道的淮扬菜还要严格把关。好，我帮你们再洗一下啊，那就洗了 好不好？等一下大哥，您看着不有点心疼吗？您看一下这么一部分砍下来的哈，最后我们只要这么一点部分哈，对，这就精华。好，我帮你们洗一下啊。好，谢谢大哥。选购好蒲菜，陈大厨还要选购另外一种原料。在淮安，密布的水网、散布城乡的湖泊，不仅有利于蒲菜的生长，还有很多水中火鲜，这些都为淮扬菜提供了丰富的食材。在相隔不远的另一处湖边，陈大厨找到了正在湖边忙活的一位老师傅。这边这个天风的藕也挺好的啊，这也是在摘蒲草吗？跟蒲菜一样，这没有蒲草了。来，我带你看一样东西。这位大哥在修理管道吗？您好。给你看一下呢，这是潘师傅。潘师傅啊，您又认识老熟人。您好，潘师傅。你好，你好。您这是在干什么呢？我是在下黄山，就是我们淮安人讲的叫长鱼啊。我又遇到它了，这个东西还挺吓人的。对，但它不咬人。来看一下哈，这里边有黄鳝。有，您是在这里边养殖黄鳝的吗？哎，对对对，逮的野生的。哎，野生的，捉的野生的哈。他每天晚上啊。好多，看一下，像小蛇一样哈。小的是小泥鳅，大的是黄鳝。还有，哇，你看，野生的，看了吧？争先恐后的爬出来了，哎呦，这个就大了。有大的，对。哥，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可以，不错，哇。今天不错收的，这个黄鳝是怎么跑进来的呀？这个叫个倒序，就只能进去，倒不出来，出不来，出不来，蚯蚓放在哪边去，
他就看到了。嗯。哎，看到了以后啊，他这样一看，那样一看，他就想吃，他想吃啊。钻进去了。哎、蚯蚓也侦查一下、啊。慢慢的就钻进去了。嗯。哎，钻进去他就出不来了。是有这个最多大概能捕捞多少条黄鳝呢？这个、啊、最多的时候大概要一斤到两斤。哦，这么多呀！一斤到两斤，就这一个。陈大厨要选的第二种食材就是这些野生黄鳝，当地人叫长鱼。对于黄鳝的挑选也极其讲究，黄鳝必须是野生的，太大或者太小的都不能要。抓黄鳝抓多久了？哎，我抓几十年了。呀，你看这，你拿不住，抓抓看。很光滑，你抓不住，抓不住，比较有劲。我们再仔细看一下，你给拿一下行吗？这个简直是抓不住，抓不住。来，好好好，抓到了一只。哎，哎，这个黄鳝没有我以前见的吓人。你看它的嘴巴很小，对不对？不咬人。嗯，好的黄鳝是怎么挑选的？黄鳝是下面黄，上面青。嗯，这就是好黄鳝。嗯，咱们当地人都喜欢吃黄鳝吗？当，都喜欢吃。那咱们一般吃多大的黄鳝？比如说多少天的黄鳝，几个月的黄鳝是质量最好的时候，口感最好的时候？口感最好的应该要吃两年到三年的黄鳝。嗯，咱这黄鳝大概几岁了？大概就像这个，就像这个。嗯，两年三两左右的。嗯嗯，也已经成熟了，是不是？哎，它成熟了，哎。嗯。今天选就选这个。嗯、选这种哈，粗的不要，就选这个细的啊。嗯嗯嗯，跟我来三斤，我做个软豆长鱼。对，当地人爱吃黄鳝，因此对黄鳝的需求量很大。像潘师傅这样的捉鳝人，在当地就有很多。运气好的时候，每天能捉几十斤。这我们今天早上啊，到这边取的这个食材，嗯，啊，一个是野生黄鳝，还有一个是蒲菜哈。这黄鳝您要做到什么菜呢？做到我们当地的这个特色名菜，软兜长鱼。软兜长鱼，您这个菜是什么菜？这是蒲菜吧，太阳蒲菜。这两个做起来有难度吗？有点难度。有点难度啊。特别是这黄鳝。好，您开始做吧。在淮安，软兜长鱼和开阳蒲菜是淮扬菜中最有名的菜肴。蒲菜的做法比较简单，要先在油中充分过油加热，然后再放入鸡汤中入味，最后要把虾米和蒲菜整齐地码放到小碗里，放入笼屉中蒸。而软兜长鱼的做法就更加讲究了，剔骨是淮扬菜厨师最基本的手艺之一。软兜长鱼仅仅需要长鱼背上的肉，其他部位也可以做成别的菜肴。在淮扬菜中，仅长鱼身上的各个部位就能做出100多道不同的菜，其中的讲究从这剔骨中我们也能窥见一斑。点火，热油，放上配料，软兜长鱼真正的精髓就在于选料和剔骨。真正烹制起来并不复杂，只要掌握好火候，很快就可以出锅了。这时开阳蒲菜也蒸好。淮扬菜中，不管是抗金菜的传说，还是乾隆下江南的故事，几乎每个菜肴的背后都有一段神奇的来历。在漕运发达的时代，淮安城里的达官贵人来往的盐商居多，这些大户人家对吃非常讲究，每一种材料都力求经过厨师的加工，把菜肴做到极致。陈大厨三下两下就把菜做好了哈，赶紧趁着还热乎呢哈，您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再仔细说一下，为什么叫软兜呢？你快点煎一下你就知道了。我加一下哈，煎一下啊。其实我之前也有所耳闻啊。你看那个它很软糯吧，然后煎出来是个两头并在一起，像不像那个小孩肚兜啊？我尝一下哈，有点像我吃的那个果冻一样，在嘴里边是
跳开的、弹开的，应该是软糯，这是野生黄鳝的这种特点。那个蒜香还是挺浓的，对，蒜香味呢，就是把那黄鳝的腥味啊，给去除了。还有这道菜，那开阳普菜，咱们先尝一口吧，好不好？先感觉一下哈，好脆啊，这个轻轻咬一下就断了，跟我之前我以为它的那个纤维会很多。就是咬起来会有很多的丝丝条条的牵连着。这菜如果是老了吧，它肯定是丝丝条条了。老了人家就编那个蒲了，蒲包啊、蒲扇啊。嗯嗯。这个最嫩的时候，开阳虾米的啊，这个鲜味啊，提到这个融入到这个蒲菜里面。咱们淮扬菜据说也是国菜，对不对？这个淮扬菜呢，跟我们这个过去啊漕运呐有关系。我们这个淮安呢，地处这个南北中间，达官贵人呐。这个到这边来比较多，他们喜欢吃，然后他们回去以后啊，他们就想念这个淮扬菜，啊，说在这个淮扬菜在这个南北啊，都比较适应。您做厨师做多长时间了？啊，二十几年了。您最拿手的菜是什么？比如说软头长鱼，还有炸鱼干啊，豆腐啊，这个必须把它做好了。淮扬菜的厨师们用最普通的食材，做出了各种精致的菜肴，这些美味。随着漕运的船只和南来北往的商人们，带到了南方，也带到了北方，让许多人都记住了淮扬菜的味道。淮扬菜也许是漕运时代留给淮安人最独特的滋味。清朝末期，漕运没落，大运河的北方段因为泥沙的淤积渐渐停航，但在河道纵横的江浙一带，船运仍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运输方式。在与大运河相连的洪泽湖边，陈晨看到了一排船船相连的水上渔村。湖去湖味哪里寻？洪泽湖畔访人家。来到洪泽湖畔一看哈，果然是名副其实的水上人家，船挨船，棚连棚，并且每个船上都有各自种的小花园，还挺有意思的，是不是？你进来看一下，正好船上有两位大哥大姐啊，能进来看看吗？能啊，干活呢。我之前见过咱们这个网，这是渔网对吗？渔网。我们当初叫做长江钓，这个叫做什么？我们这湖叫红丝沟。咱们这鱼钩大概有多少个？四百多个。这个鱼线上大概多长的距离拴一个蚯蚓呢？一坨大概多长？一坨五尺多长？五尺长左右。五尺长，对。我陪您一块儿拴一下好吗？你不害怕？你有点害怕哈。哎呀，你看这个是小的，我还没有那么紧张，没那么害怕哈。这个是穿哪的？您这也是穿头吗？哪边是头呀？这头这边是头。哎呀，挂上就是你。挂上就行了。怎么样？这就算挂上了吗？还可以是吧？大哥大姐不满意呀、这活做的不到家。可以。那这个季节适合钓鱼吗？这个季节不适合。天热。有点热哈、那为什么还要去钓鱼呢？昨天我们给姑娘女婿拿来跑运输回来，老天还吃，给小孩做好吃的。跑运输什么运输呢？跑都装的什么黄沙子了、石子子。那叫运输，都跟要你们都按车样那是了。我看您这艘船挺好的，以前是不是也跑运输的呀？我们这个船是过去的跑的，现在不适合了，现在都要用铁船大。都装几百吨子，我们就才装几十吨子。您是从几岁就开始跑运输啊？我结过婚，结过婚呢，我就开始跑运输。因为时间久了，所以不跑运输，当家用了，是不是？我们就这样住家了。刘兆军是生活在洪泽湖上的渔民，年轻时，他开着一艘60吨的水泥船，来往于大运河上。近些年，水泥船渐渐被淘汰，停在了岸边。老旧的水泥船成了一家人固定的家。这个水泥船组成的渔村里，100多户渔民也大多有着刘师傅同样的经历。对于常年生活在水上的人来说，用电是个大问题。刘师傅在这边安家后，
供电部门给他们通上了电，这些水上人家也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现在刘师傅的女儿女婿买了更大的船继续跑运输，今天女儿一家运货回来，老两口计划着去湖上捉一些鱼，给他们做一顿好吃的。为了能早点捕到鱼，老两口一大早就开始穿鱼钩，足足用了2个小时，400多个鱼钩才穿完蚯蚓。趁着早上的天气，老两口发动小船朝着洪泽湖中开去。十几分钟后，刘师傅选中了今天要下钩的地点。为什么选择在这儿下网呢？现在有点草，草里有点鱼啊。啊，有点草。草里有鱼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环境。大哥是根据环境来判断这里有鱼的。哎，你看离那个芦苇荡也不远，对不对？有水草，就在这儿下就行了。对对对。那咱们就下上好不好，大姐？好好好。来来来，这是标杆吧？哎，标杆标杆。老远一看就知道这是咱家的网。哎，这河有多深啊？这湖有多深啊？这湖来的。这个三米了才。杆底下还坠着石头。很沉哈。好，咱们就从这儿下吗，大哥？就这一下。那咱们现在正式下杆了，大哥，行不行？行。很快，刘师傅启动小船，准备下网。而这种下网方式，也让陈晨大开眼界。随着小船快速往前行驶，穿在线上的鱼钩，借助标杆的拉力，自动弹跳出去。原来，鱼线的排列本身就有讲究。都是按照顺序依次排列在盆沿上。随着小船快速移动，鱼钩有节奏地蹦进水里，鱼线也渐渐到了末尾。我们船又停下来了哈，大哥，您这个渔网撒得好长呀。对，反正1里多路。大概也就花了十几分钟左右，十几分钟。因为这个方法特别的聪明哈，你看把盆往这儿一放，我们这船开着，那给它一个力哈，借一个力，它自己就蹦下去了，是不是啊？对。那大概这个网要在下面撒多久可以捞上来呢？3个小时。2个小时就。2-3个小时就可以了。对。下好鱼钩，陈晨跟着刘师傅回家等待。时间临近中午，收鱼的时候到了。3个小时之后，我们又回到了之前下杆的地方哈。大哥，你看在前面一直为我们掌舵哈，您估计哈，今天我们会捞上多少条鱼呢？你回头等着查着。什么？等着数着。我数着哈，没问题哈，我帮您拉着一边数着，好不好？好。对于这种捕鱼方式，陈晨也很好奇，这种奇特的鱼钩到底能不能钓到鱼呢？啊，第一个鱼钩还没上来呢。没有，你裹了。嘿，有了。快到手。有鱼钩了，但是上面蚯蚓没了。现在果然比较少哈。那如果捕不上鱼来，有没有一无所获的时候，会不会很失望啊？不逮也没办法。这就是渔民的生活，是不是？您和大嫂结婚多少年了？30多年了。您二位是怎么认识的？怎么认识？人家介绍的。30多年了，那您二位都是一起出来捕鱼吗？对。大姐看出来是捕鱼的好手哈，那您一般负责什么呢？我都造船，他造不动。鱼钩一个个被拉出了水面，但却都是空鱼钩。上面的饵料也不见了，眼见鱼线已经收上来近100米，却没有见到一条鱼。陈晨不禁对这种捕鱼方法产生了怀疑，难道这次会无功而返吗？哎，有了，上来一条，这是什么鱼啊？哎，等会您太快了，我们观众朋友还没有看清楚呢，但是金黄色的，很漂亮。而且看起来很光滑，大姐您先别动，等一下，这是什么鱼啊？王氏鱼。啊，这个就还挺尖，刚才刺了我一下。
它是背后是有刺的。刚才我不小心，您看，戳会戳人，戳人疼了。对，给我戳了一下，还挺疼啊。这是带刺的，有点像小鲨鱼的样子。它的前面是扁扁的，还有两个小胡须啊。这个鱼好吃吗？好吃。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昂刺鱼哈。嗯，这俩。连续两条鱼上钩，让陈晨惊喜不已。这种昂刺鱼也叫黄喇丁，是洪泽湖里一种常见的鱼类。这个季节的昂刺鱼非常新鲜，而这种鱼钩的设计就是专门捕捞这种鱼的。20多分钟的时间，几百米长的鱼钩很快就收完了。我们现在已经捕捞完了哈，大概有多少条，大姐？20多条。20多条，那一般捕捞上来能有多少条啊？一般呢？一般的80条。80条。那今天算少的了，是不是？虽然没有往日多，但也足够一家人的午饭。刘师傅又一次启动，向女儿家的大船开去。女儿家的大船就停在码头上。无论是运输还是靠岸，女儿一家就生活在大船上，流动的大船就是他们的家。这一家人就算团聚了哈。对，这个是大女儿，是不是？对。后边这个是大女儿丈夫哈，女婿。对。这是儿子是吗？对。还有女儿对吗？对。睡觉了。上船后，刘师傅和老伴就开始忙活起来。就在这个码头边，停靠着上百艘大船。平时，这一带跑运输的大船都会在这边停靠。这些船就是这些跑船人的家，他们每天穿梭在大运河上，运送货物。船上的菜很简单，除了女儿特别爱吃的昂刺鱼，其他都是一些应季的菜肴。很快，菜烧好了。一家人的午餐就准备好了，煮锅喽！这就是鱼家的鲜香味儿哈，有没有流口水呀？我是流了，走了，吃起来。好，可以了，菜上桌了，一家人终于可以其乐融融的吃一顿饭了哈。这个船外和船内就是冰火两重天啊，咱们里边有了空调就是很凉快，外边现在热得很厉害。怎么样，爸妈做的这顿饭还满不满意？满意。特别爱吃爸妈做的饭，是不是？尝一口好不好？好的。跑船运输，儿女们难得回家，父母每次都会亲自捕鱼做饭。现在江南一带的停靠码头上也都安装了暗店，跑船人的生活也不再像父辈们那么艰辛。虽然漕运没落了，但运河上的跑船人却一代代传承下来，以船养家的生活还在继续。但是也有一些运河边上的人厌倦了捕鱼跑船的生活，依靠运河上发达的水资源另谋生计。在离运河不远的一片滩涂上，一片片泛着蓝光的太阳能板吸引了陈晨的注意。哇，咱们这边天好热呀，这桑拿天，您二位要驾船去哪儿啊？喂食啊。喂的什么食啊？玉米。小鱼。啊，还有小鱼。这个养螃蟹喂玉米是不是？对。对呀、对。哎，难道我们这次又遇到大螃蟹了？我上来看一下行吗？可以啊。黄志亮是这片滩涂的主人，时值夏季，正是小龙虾丰收的季节。黄大哥正在给他的小龙虾投喂饲料。这底下都是小龙虾吗？对，有螃蟹。那每天要喂多少这样的饲料呢？喂了好多啊。大概多少？1-2千斤吧。1-2千斤。都是您自己这么划小船喂啊？那好辛苦的啊。那没办法。您这上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太阳能板啊？光伏发电嘛，底下在20的药嘛。太阳能板大概有多少块啊？有40多万块吧。
40多万块，这一排一排的跟联排别墅一样哈。这个是鱼光户户的，据清洁能源，因为这个底下这个农业发展这个农业了嘛，即使现在上面可以发电，底下可以养殖嘛。嗯，并且给小龙虾的生长哈提供了比较好的环境。对。啊，而且还节约了用电。对。哎，这个想法还真的不错。原来，太阳能板和龙虾养殖形成了互补。小龙虾喜阴，而上面的太阳能板正好为小龙虾起到了遮阴的功效。同时，又利用了滩涂上面的空间进行发电，发出来的电统一并入电网。当地人称这种模式叫鱼光互补。那您什么时候捕龙虾呢？捞龙虾呢？明天早上。大概几点钟呢？我们一般的4-5点钟吧，开始作业了，就开始捞龙了。早晨4-5点钟，那么早啊？天气太热了，吃了它就闷死了。第二天早上5点，当晨晨赶到滩涂边上的时候，黄大哥已经开始收网。大哥，你每天早上几点钟出来啊？将近4点。4点钟，就要起来了。您这个龙虾是怎么捞的呀？我们看找一下。好，这里。就是那个小笼子，就是吗？对。这个就是专门来捕龙虾用的。对。这笼子有多长啊？我们看一下。从那个边一直到这里。大概有多长？大概5米吧。在这儿呢。这龙虾现在已经爬上来了。您这里边龙虾不多呀？不多，有的多，有的少，马上拉进去多了。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少。几点钟？大概早晨几点钟是龙虾聚集最多的时候？一般是夜晚。龙虾是出来觅食了吗？夜晚？对。这个水草拿起来看一下，小龙虾就喜欢吃这种吗？对。这个叫天然饵料。天然的饵料。叫鱼肉草。这个就是这种专门这个长给这个龙虾朋友吃的这种，就是这种叫鱼肉草。你看上面这个水面上，水面上在。龙虾就在上面吃这些草了吗？你看这些草有什么营养成分吗？这个不是跟人一样吗？吃点粗粮，还要吃点细粮嘛。营养要均衡，是吧？对，不然小龙虾长不成这样。拿起来看看颜色好不好？你看这个龙虾。哇，好快呀，360度旋转。来，你看，你摸后边。好，有被夹伤过吗？有。正常了。夹伤也正常。那你看这反面的这板子，白得很。你看。这个肉质饱满。还是很干净的，而且肉很饱满哈，很清透。拿在阳光下看一下。是透的，还泛着光呢，还不错哈，您这质量哈，对，质量过关了。那您这个数量，我觉得可能少了点吧。还有呢，不是没有，还到再捞，我们再捞嘛。还有呢，那咱们再去看看好不好？第一网并没有多少龙虾，因为小龙虾和螃蟹混养，反而捕上了不少螃蟹，这让晨晨有些失望。期待中的小龙虾并没有看到多少。大哥，咱们这个网是什么时候下的？有1-2个月了。1-2个月了，那什么时候捞一次呢？每天都捞，每天早晨都捞。这个网就在下面一直放着。对。每天都捞一次。对。大概一网里边有多少只小龙虾？有的多，有的少。有多少斤？大概最多的？最多的有100多斤吧。100多斤啊！那少的时候呢？少的时候也有几个嘛。也不一定哈，所以也要看运气，是不是？再看这个龙。来看看这个。这个很多呀。专业捕捞龙虾选手，你小心脚底下被它夹到，这就算多的了，是不是？你看，不少啊，这有多少斤啊？好沉，20斤吧。这有20斤左右了，今天咱们收获不错啊。好多啊！等一下。对，都差不多，这小一点规矩。这时，收龙虾的人已经等在了路边，就等黄大哥的龙虾收网。戴大哥您好，看看我们新鲜捕上来的龙虾怎么样？质量还好的，看看啊。这是青一点。对，这个发青是干净的。您收购龙虾多少年了？10几年了。10几年了。
直到这时，我们才目睹了小龙虾丰收的场景。像这样的场景，黄大哥却是每天经历。整个夏季，从早上4点到7点，一网一网的小龙虾从湖中收上来，再经过商人们的手，运送到食客们的餐桌上。忙活了一个早上，黄大哥特意留下了一盆龙虾，准备中午犒劳自己。家里，黄大哥的爱人已经开始准备配料。在淮安金湖县，这里最流行的吃法是蒜泥小龙虾。除了基本的佐料，小龙虾里还要放上啤酒，加上蒜泥。临近中午，黄大哥家里又多了一位客人，前来检查太阳能板的林师傅。咱们当地人哈说吃小龙虾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您请来了一位朋友是不是？啊，是我的朋友，他是这个广播法庭上就是徐明章是他们负责，徐他们是我负责，就是我负责养龙虾，他是个物理是等于是火烧人，也是我的好朋友。那您有没有发生过什么困难呢？我有困难就是一开始养的时候，一开始养的时候怕它养不起来，阳光怕的时候光照不足。对呀。啊，心里有点担心。后来用了一块小的小的藤子，试了一下啊，养出来了以后啊，还是不讲比鱼也来好。小龙虾的美味早已家喻户晓。在漕运已经远去的时代，生活在运河边的淮安人用科技和生态的结合，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致富之路。滔滔运河水流淌千年，记录着淮安的兴衰过往、时代更迭。漕运的辉煌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载入了历史，但那些传承百年的乐曲，那些令人垂涎的美味，那些发生在船上人家的幸福故事，却一直在继续。